好，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培训的现场啊！那很高兴现在在线上呢，还是有几百位的朋友来自全世界呢，有这个共同学习的这个心啊！那我在这里呢，很高兴，这个也祝福大家在杰斯这个平台呢，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那我想今天的这个培训的重点呢，就是问对的问题，能够让你步步为营哦，能够在这个平台呢赢到自己的真正想要得到的理想哦。那我想为什么要问对的问题，而不是只有问问题而已哦？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呢，也许是这个，就像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经营这个电子商务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意哦。那可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去的几年当中呢，从这个开始这个招募跟朋友分享这个平台，到接下来呢这个带领团队哦，我想每一个步骤哦，我觉得其实往往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心思，我们的目标定在怎么样，定在从对方的角度出发的话，而且你如果问对的问题，我想呢，不管你做任何一场的会议呢，都可以是怎么样一场很棒的一个会议。所以问对的问题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哦。那其实所有的销售的过程，其实不是单方的去怎么样，单方的去 push 去强力推销。所有真正销售的过程，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成功，其实都是一个问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说，你问对问题，而且呢，你问对问题的这个角度、时间，我想呢，如果都能够扮演正确的这个角色的话呢，我想你整个销售的结果当然是怎么样，也如你所愿了啊。那问问题呢，其实也是最好的对话。我想常常很多朋友分享，他说啊，我加入杰斯，我非常的兴奋，我也要怎么样，我也要赶快打电话，我要赶快约朋友出来，来告诉他这个平台多棒多棒多棒。其实呢，我们有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可是我们往往遇到了一个盲点。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是从我们自己出发，我们听到了，我们很兴奋，我们认为这个平台可以提供给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忍不住怎么样，想要告诉别人。所以往往呢，在跟朋友分享的当中呢，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了推销员。我们把所有知道的感受都怎么样，一股脑的扎在对方。可是往往对方会怎么样？会躲，我会往后退。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问他这是不是他想要的，因为你还没有问他他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最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帮助。所以呢，问问题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常常告诉朋友，告诉伙伴们，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介绍，怎么样开口，其实最好就是怎么样，问问题。问问题是最好的一个 dialogue， 是最好的一个对话哦，因为问问题代表怎么样？代表你在关心他。问问题代表是什么？直接是一个双方的角色，而不是只有单边的角色。如果你告诉别人，一昧的告诉别人你知道的平台、你知道的机会、你的感触，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你单方。但是这个生意我们常常听过哦，当你给别人别人想要的，你最后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可是往往呢，我们常常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呢，往往只在意别人一定要听我讲，别人一定要知道我的感受，忘了忽略真正停下来去问别人要什么啊。那问对问题呢，有几个实际的利益。第一个利益，当然从问题当中呢，你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资讯。怎么说呢？我们常常说，你要知道别人要什么，你才能给什么。那别人要什么的时候呢，你不能直接问他说，哎，你要什么？但是呢，从一个很平常心的对话当中，你问问题当中呢，你会得到你所需要的资讯。我常常说哦，其实做这个生意非常的容易。为什么？你只要把握住一个原则，你平常跟朋友在做什么，在聊什么，
其实这个在用在杰斯呢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平常跟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坐下来吃饭，我想你坐下来不会马上怎么样，一股脑的告诉别人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我想当你朋友跟朋友一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聊聊什么？聊聊家里呀，聊聊近况啊，聊聊工作啊，聊聊孩子。我想平常，其实这个生意非常非常的简单，有时候往往是我们可能怎么样，自己想太多，把它想复杂了，所以呢，变成讲话有点怎么样，有点好像结巴，或者有点心虚，因为我们总觉得怎么样，我们总觉得这个太怎么样，太结果导向哦，所以反而变成不自然。所以呢，我非常鼓励这个，在线上的朋友们哦，其实这个生意哦，你如果把自己的定位做好。定位是什么？我们这个生意是什么？我们在帮助人，对不对？我们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如果朋友对健康上有问题，或者朋友对财务上，或者在创业方向呢，有需求的话呢，我们的平台是怎么样？事实上是帮助他的。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呢，我们在运作方式，我们不是推销，我们不需要推销。你唯一会变成推销员，是因为你还没有。在得到别人的问题之前，你就推销你的东西。可是，如果今天你在问了问题以后，你知道朋友真正需要什么，这时候你把平台、把你的感受分享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是在解决问题。所以呢，这个定位很重要哦，一点都不需要害怕，一点都不需要觉得好像心虚哦。如果你的定位正确的话呢，其实这个生意在很自然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怎么样，就会这个对话就会帮助你带领到对的方向去哦。那另外呢，我们的定位呢，其实是我们在筛选我们的生意伙伴。所以呢，从问问题当中呢，你也可以知道这些朋友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怎么样生意伙伴的一些条件。如果今天我们要找一个生意伙伴，我想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合伙人？我们当然要找到勤劳，而不是找懒惰的。我们要找怎么样积极向上的、正面的，而不是找负面的，整天都会在抱怨。所以，当你在跟朋友对话当中，其实除了对话，他答案的内容是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很好的资讯以外，其实你也可以抓住这个人的方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对生活没有太大的期望，不想要改变？是不是这些人只说，但是不见得会去做？所以呢，在对话当中也可以提供给你一些资讯，知道他是不是你要找的合伙人。所以其实这个生意真的，你定位对了的话，你会做得很开心，因为是你在筛选朋友，你在做这个筛选的这个过程哦。所以呢，问对了问题，除了让我们知道朋友到底要什么，得到我们要的资讯，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化解抗拒，让对方喜欢你。因为问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想要了解他，你关心他，所以呢，跟这个单方面去你一再讲讲讲讲讲，让别人有点抗拒，让别人有反感，其实问问题就可以怎么样？哎，帮助你怎么样？占有怎么样？站在更高的一个定位来跟朋友分享哦。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再是怎么样，不再是推销产品。我们问对问题，我们事实上是什么？是帮朋友解决问题哦。那我想呢，在问问题当中呢，其实跨出第一步哦，其实是最有挑战性的。如果你第一步跨得出去的话呢，这个心结打开，而且呢，做对的事情的话呢，其实接下来的流程哦，其实都是怎么样，很自然的这样子来发生、来进行哦。那我想在筛选的第一个阶段哦，首先你在对话当中，你要利用问问题，能够找到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啊。那我想举例很简单，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家庭主妇，那你今天呢，一来就跟我讲股票，或者讲一些我没有兴趣的话题哦。我不是说家庭主妇不玩股票哦，不要误解，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的重心是在小孩子的身上，那一点也不管外面的世界，那你跟我讲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其实我不会想要怎么样继续跟你对话下去。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要找到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而且要从他的回答当中，几个回答当中，找到你的朋友的缺口。什么叫做缺口？既然我们要帮朋友解决问题，一定要怎么样？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好，如果你没有知道他问题在哪里，你就不要怎么样？不要去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什么是缺口哦？我想在线上的朋友们，我想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上没有一些缺口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选择看电视，选择出去玩。可是今天我们愿意选择投入时间来观看，来学习，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可以更进步，更上一层楼，对不对？那其实每个人都有缺口，我想在世界上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他的生活是完全完美的哦。举例来说，在这个跟朋友聊天的当中呢，可能朋友这个举例来说，我朋友他孩子呢，这个现在都上大学了哦。那在跟他聊天的当中呢，他可能会觉得，哎，其实以前过去几年的重心是在孩子身上，可是现在孩子去念大学，好像我突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时间多出来了，哎，这就是缺口。或者是你跟上班族的朋友聊天，那他在聊天的当中呢，他就告诉你他现在在工作上遇到的瓶颈，可能觉得好像公司不断的在裁员，或者是说做得不开心。其实在聊天的当中你也知道他的缺口在哪里。OK， 所以呢，这个就是抓住问问题的这个方向哦。那我想在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英文叫做 form， F-O-R-M。其实跟朋友平常聊什么，在这个生意的这个流程当中也是聊一样的话题。我们可以聊聊家庭，家人最近怎么样了啊？孩子最近怎么样了？或者在工作上，工作上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project 新的事？好，在做。那我想呢，这个都是大家其实是非常自然，而且常常在跟朋友聊天的话题。那再来，我们可以聊聊休闲娱乐，最近去哪里度假，有去哪里。那通常呢，如果在这个上班族的朋友，就是手头比较紧的朋友呢，可能他的回答是什么？哎呦，这个哪有闲钱出去玩啊，哪有这个时间呢能够出去玩。这时候怎么样，你就知道在聊他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的话题当中呢，找到他的缺口。那再来呢，就是金钱上。我想很多朋友呢，现在在不同的这个节庆上呢，像我们刚过完年，可能这个手头上有点紧，或者孩子要上大学正愁怎么样，没有办法去这个准备大学的教育基金，或者呢他们想要不再做瓜牛族，想要买房子，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呢，从这几个方向，家庭、工作上、休闲娱乐、金钱上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大约知道他们生活过得怎么样啊。那我想呢，当你找到缺口的时候，你就可以问，哎，如果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看那个缺口是什么，如果可以帮助你赚到额外的收入，你要不要？你有没有兴趣了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怎么样得到他感兴趣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哦，所以呢，当你问了问题以后找到缺口，你在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不是推销员，你朋友也不会认为你在贩卖什么东西，因为他可以知道你已经花一段时间跟他对话，请听他的回答，你现在在帮他解决问题，所以你朋友事实上还会谢谢你。 OK， 那很朋友告诉我，那他如果觉得他生活上没有什么缺口，或者他不认为他有什么缺口，那怎么办？没有怎么办，我们就不用继续对话下去了。你不需要再怎么样强力置入性的行销。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的谁？我们要找生活想要改变的人，我们想要找什么样？想要更上进、更上一层楼的朋友。有些朋友他对现在的生活很安逸的话，其实没什么需要。如果他对现在生活很安逸，他又不注重健康的话，其实老实说，
不需要去说服他准备怎么样，准备怎么样，筛选下一个朋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哦。其实，在筛选的过程，一定有人怎么样，有人对你的这个想要分享的感兴趣。如果你问对问题的话，也有在回答朋友回答你的问题之后，事实上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忙，他不需要产品，他不注重健康，或者他也觉得他过得很好，他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更上进，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那你怎么办？如果他都不在意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比他更在意？所以呢，我想在这里要提醒朋友，我觉得大家都很热心哦。可是有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人哦，他对他的生命都要负责。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不在意的话呢，我想大家也不要强求，一定要怎么样，开开心心的怎么样，到下一个去筛选下一个朋友哦。那我想呢，今天我想用这个金宝盒呢，再跟大家做一个举例哦。为什么问对问题太重要了？我想这个今天呢，这个我们 US 全球创富系统推出的这个金宝盒哦，那就是帮大家怎么样，帮大家在不知道怎么开口，不知道怎么讲话，不知道怎么样引导的朋友怎么样，有一个统一的方法能够让你快速的去筛选朋友哦。那我今天这个在过去呢，我想大家都听到很多的见证哦，不管在不同的国家使用金宝盒的朋友，而且是正确使用金宝盒的朋友，他们都达到很好的效果，签单率还有在这个在筛选的时间都大大的缩减哦，所以大家使用对的朋友都很开心。那最近呢，我也问到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瓶颈，那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用金宝盒来帮助你们？那他们说有啊，可是效果不是很好。好，那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你怎么去使用？答案，他们问错问题，答案，他们不知道在对的时间问对的问题，所以金宝盒没有办法帮你怎么样发挥作用。所以我在这里做用金宝盒来做举例哦。首先，金宝盒第一个动作成功的密码就是帮你怎么样 break ice， 帮助你不知道怎么样开口切入话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问朋友一个问题，你就可以知道要不要继续去怎么样，继续的去引导他。那我在问过这些金宝盒呢，错误的请别人看这一张碟子，错误的问题，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你看看你是不是属于错误问题的其中一员，还是你属于正确使用的一员哦。我们有没有问过，哎，你要不要看一个六分钟的影片？哎，有一个全球的生意，产品很好，你看影片就知道了。或者，哎，有一个影片，你要不要看？你一定要看。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去要求别人看成功的密码，你当然，你没有办法把真正金宝盒的作用发挥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我们回想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我们要怎么样？要问别人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要怎么样问一些问题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让金宝盒帮助你发挥你的这个筛选的过程，能够更快速的这去从这个 open 到 close 到签单呢，你要问对的问题。那什么是对的问题？你应该这样子问，告诉你的朋友，有一个平台也许可以让你改变一生，你愿不愿意看一个六分钟的影片？短短几个字，差别是差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平台，也许可以改变一生。我想任何朋友听到这句话，他不会去反驳你，因为你没有说这个平台一定会改变你。我们没有这样讲，我们说有一个平台，也许可以改变一生。那这个改变一生，这个四个字其实是力道很强的哦。谁不想改变一生？谁不想过更好？所以呢，当你把这个前提定位问题搬出来，接下来你告诉他，你愿不愿意看一个六分钟的影片？你把怎么样？你把怎么样解决问题的答案都呈现在眼前，他没有办法拒绝。我相信，如果你这样子问问题的话，99%以上的朋友都会跟你看一个六分钟的影片。为什么？因为他想改变一生，因为他不反对，这也许可以帮到他。
因为他知道六分钟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看六分钟的影片跟改变一生，这里面有很大的距离，可是他可以在六分钟时间内就可以怎么样，知道断定这是不是他要的这个平台。所以呢，我今天用这个金宝盒的问题呢，在这里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做生意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影响很深。那我最近也跟另外一个朋友，在知道他怎么样错误的使用金宝盒，就是没有把对的问题问出来以后呢，我说 OK，那接下来要看金宝盒第一个影片的朋友们，你要给他看第二张展示你事业的影片，你怎么说？那他的回答非常的可爱，他说，我就跟他说，我放这个影片给你看啊。我说，难道你没有推崇影片里面的人？难道你没有告诉他，我让成功的人士来跟你分享？他说完全没有。我说这样子的话呢，第二个 DVD 十分钟展示你的事业的影片，很难去为你做工作，因为第一，你没有去推崇影片里面的成功人士。也许你知道影片的人是谁，可是你朋友不知道，他很容易就直接下断语，他是谁？我为什么要去听他？所以呢，我想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呢，其实问的问题呢，真的很重要。那我想呢，今天这个用这个很短的时间呢，我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就是其实问问题，我们把这一个领域去学好，那我觉得呢，这个问问题这个方向呢，会让你怎么样？让你一步一步往前迈向成功。我想，尤其现在在团队有很多是领袖的朋友们，其实当你跟你的会员呢，在做 one on one，再去了解他现在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原则，我们不要犯下错误，不要去批评，不要去愚昧的去怎么样，去告诉他怎么做。在你提供解决方案之前，问问题，问问他怎么样做，他为什么会遇到瓶颈。所以呢，其实问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怎么样，很好你的事业的这个指标哦。那我想呢，其实这个生意你只要怎么样，多去，我常常说这个生意就像打棒球在挥棒哦。其实你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不断的去挥棒。所以当你不断的挥棒，也就是说你不断的跟不同朋友分享的时候呢，其实你就知道你会越怎么样，越做越好，而且呢，你因为参与很多的这个会议，很多的分享，你可以在这当中怎么样学习，把错误的地方挪开。所以呢，我想每一个朋友哦，我非常鼓励大家学习，但是学习最后呢，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踏出第一步，好好的勇敢的出去跟朋友分享，因为这个生意其实就是怎么样，就是开口的生意。你只要愿意开口，而且记得这个开口是不是求人的开口，不是推销的开口。这个开口纯粹是在很自然的环节之下，问对的朋友，问对的问题，关心朋友，了解他的情况，然后怎么样提供解决的方案。那之后呢，你做了你该做的动作，你朋友最后的决定其实不是你所控制的，他要跟不要其实已经怎么样，已经不是你所控制的。但是你做了怎么样你该做的动作，但是有一个原则叫做数字原则。当你分享跟够多的朋友分享，当你不断的怎么样去问问题，对不同的人问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相信，就算你没有5个人成功一个，你也会10个人成功一个。所以呢，我想这个关键呢，还是在于怎么样有正确的心态，然后怎么样去实际的把学习上的知识呢去运用出来。那这个生意是其实是边做边学边赚钱。哦，所以呢，这个跟传统的行业不一样，好像要像我以前做投资理财哦，可能在得到这个执照之前呢，要读很多的书，要考很多的试，才能怎么样，才能去真正运作这个生意。可是呢，在我们这个生意，因为有系统的带领，所以呢，还有你的团队的带领，绝对是边做边学，在学的当中怎么样，来我们不断的修正自己，然后呢，最后把这个成功的法则怎么样复制下去，去带领你的团队，好吗？所以呢，我想今天的这个几分钟的培训呢，我们就到今天呢结束。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呢，我们 US 全球创富系统展开了这个网上的这个培训的学院啊，这个 training 的一个 academy。那我想呢，上个礼拜有一个很多的很震撼的这个回响啊。那我们这接下来呢，明天
亚洲时间是星期天的这个下午1点，那美国是星期六的晚上10点。那我们的这个培训的这个第二个课程呢，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正确的去说你的故事，怎么样去包装你的故事，让你能够在很自然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跟朋友分享。为什么？因为朋友不喜欢推销员，可是朋友很喜欢听你讲故事。但是呢，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能够正确的分享你的故事。所以明天呢，这是我们培训的重点，欢迎大家在这个明天呢，能够在线上参加这个培训的学院，让自己怎么样，不管你在哪里，就可以随时随地跟系统这个连接上。那全世界怎么样，我们能够一致的学习，一致的成功。OK，那谢谢大家。那我们明天想要学习的朋友，我们就网上见，拜拜。